你好，请问你是来自哪里的呢？我来自中国河北石家庄。那你对这一个暨长杂烩的看法是什么？支持中国。但是想问一下，你清楚这个暨长杂烩的诉求吗？这个不太清楚。但是你听说的版本是怎样的？听说的版本是，就是香港。我也不太清楚。但是你就是不是觉得这个杂烩是有一点是反中国的？对。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发生什么事，但是你就是觉得它就是反中国。你知道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吗？他们应该是不同意那啥吧。不同意什么？不同香港这边。香港是不是中国的？他们的诉求不是这个。他们的诉求是什么？他们的诉求就是请政府正面的回应，他们是不是要撤回这个条例啦？然后就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，来到调查警察滥权。请问这些你们知道吗？这一天我也没有看新闻，我就看他们那啥。喊口号的。好的。发生了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。比如说了，就是你们在抖音的是看到是怎么的？新闻上面，反正娱乐倾向就是对这边不好，舆论倾向对这里对这些人不好，舆论倾向是偏向于警察，就是警察是弱势的。然后我不知道这些，我就反正抖音上面都是那些什么党，民政党吗？大陆的那些微信啊，或者是QQ 新闻的那些媒体呢，那是不是报道这里是港独？差不多是的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，反正我看到了就觉得是。现在也觉得是吗？现在还好了，就比较就他讲的就是好一点，就不是那样子的。其实事实不是那样子的。眼睛看到也不一定是真的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。就政治离我们很远，我们只是一个公民，就是一个，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人，是吧？那现在，那你们在QQ 或者是微博上面看到那个新闻，就觉得可能很可怕、很乱，是吧？就觉得怎么说呢？反正就不是像。很乱吧，但是现在怕不怕他们呢？我不怕呀，我又没看，没惹他们，没办法什么的，就觉得其实是很和平，是吧？是和平的，就我们那边没有这样子的，就在我的意象里，潜意识里，一片和谐，就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大陆不敢，就根本没有人敢这样。你看身边吗？有病吗？